安泰睡也要安泰坐哦。你看这个安泰坐的位置怎样？不错哦。要用这样子就打发。夕阳海景第一排还有灯塔。啊，等一下再坐帆船可以吗？安内有安啊吼。安一半。安一半。安。幼稚老皮啊，老皮啊，黄小鸭的没老皮。安泰座，安泰睡也要安泰座哦，安泰座比安泰睡重要哦。哦，黄色小鸭鸭，鸭很漂亮哦，我要带一下。我看他吊胸品有点恐怖。你都立马就会倒。他的颜值，哎，没有，他是。新年快乐，好好，新年快乐哦，好好美哦。对啊对啊，我们就是要看那个啊。谁买的香奈儿？哎，几块钱？300万的广告。把握。Every journey brings new memories. You will see many wonderful things. Everybody wants to see.